得要落落石，落落石上堂啦！我哋自己咧，由呢個白眉道人啦，啊廣慧禅師、竺法禅師、張麗泉宗師啦，張麗泉咧自己喺廣州我哋傳播，我老豆咧自己咧教徒弟咧都喺澳洲啊、日本啊，啊呢個好多個國家都有我哋嘅白眉行徑道武館嘅。我由五歲開始學功夫，咁啊我哋自己嗰陣時咧，老豆去傳播嗰陣時咧，哎，僆仔怕凍啊，啊，教你鍛鍊下身體啦。白眉嘅功夫咧，咁啊嗰個特點就係龍之快，虎之猛，威勢逼人。啊，有橋橋上過，無橋地下捐啊，有影打影，無影打影。同埋我哋嘅錘咧就係鳳眼拳。好另類的一種拳種，因為我哋依家功夫咧，自己係要講嗰個勁，我哋唔講力，勁係由筋骨發出嚟嘅，好似閃電一樣嗰個爆發，我哋要叫做勁。自己咧追求咧自己浮沉吞吐，之圓搏炮頭係我哋嘅鄉下話嚟嘅。其實在文字上咧，其實咧就叫開合，一開一合嚇，即係我哋叫開合。勁咧，我哋自己分為六個點，分為上下左右前後。我哋自己可以一切爆發出去咧，分為六種勁爆發。我哋依家拳嘅勁咧，自己每一次都要爆。咁我哋自己喺做兩年咧，師稱咧。我哋自己就睇學校教，因為嗰陣時咧有李小龍嗰種影響性啦，同埋有少林寺嘅嗰出電影嘅影響性啊，哇，好爆嘛！一晚咧千幾兩千人喺華沙小學咧都係我哋嘅基地。我哋自己因為本身我都係華沙小學係我母校，我自己免費教咗十幾年，一個我哋自己我哋嘅發揚我哋自己嘅傳統文化去傳播，唔會。分呢個肥瘦禮嘅，只有佢自己傳播我哋嘅精氣神啦、仁義禮智信啦，同埋我哋自己尊師重武德啊，習武可強身，即係起碼上要有一個尊師重道，自己唔好話學咗功夫咧出去去哈哈白白啊，同埋各方面咧，起碼上要懂我哋嘅武學之道理。练武术的时候咧，练到嘅人嘅即系个思维嘅反应，即系身体嘅健康。人咧冇话永远嘅冠军，你今年系你嘅冠军，出年系我嘅冠军。练功夫嘅人咧，自己就喺一种一路去练习，佢自己嗰个胸襟越嚟越大。我哋嘅追求咧就系不断去追求，不断去学，不断去练。